四月三号，花莲地震灾情严重，主责基金会嘉义联络处日前举办爱心市集，邀请市民参与义卖活动，并且将义卖的所得全数捐予花莲。嘉义市市长黄明辉也用行动来支持，在地震了后，就宣布捐出一个月的所得，并亲自参与义卖活动，为花莲送上温暖，希望帮助灾民早日恢复生活。基金会特别办了一个募心募爱的一个市集，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让我们大家为在四月三号花莲这地区很多苦难的花莲的朋友们能够提供更多的援助跟支持。主责基金会嘉义联络处号召社会各界资源，有真济善心企业和团体适当来义卖。活动上嘛邀请艺文团体来表演，为爱心市集活动增添趣味。嘉义市市长黄明辉表示，花莲大地震有真济宗教团体来做爱心，特别感谢主责基金会全力援助灾民。市集当中都是用爱，那能够启发起我们好多人，我想更多的力量，然后来协助花莲。我们希望花莲的好朋友大家能够平安，能够度过这一次的难关。主责基金会爱心市集义卖所得将会全数捐予花莲地区灾民，希望协助灾民较紧来渡过难关，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记者周淑贤采访报道。